来看这件万人收过日月潭的活动，去年因为疫情来停办，今年伫九月初四要来恢复举办。啊，那以往这个活动，两万块名额拢是一个开放，三天内就报名报满了。但是今年限额两万人，开放到达过十天啊，敢那14,500+人来报名，还佫剩5,000+名额。南投县政府讲，今年的规定都要注满着3剂预防针才会当来参加，而且落水进前还佫有48小时内快筛阴性的证明，可能就是这个防疫的规定影响到民众参加的意愿。这是2019年两万多人收水过日月潭的画面，在日月潭拜礼拜有够长，映照着乌公山色形成真水的景象。一年呐，这个活动报名头一天就强要额满，三天内拢全满。因为今年寒假两万人，目前报名已经超过十天啊，敢那14,500+人报名，要剩5,000+名额。我想，你想啊？我阿妈说，哎，好像有过，而且很好玩。怎么说？虽然说你会怕，就对了。2019年有23,428人参加，这是历史的新纪录。过当年因为疫情报名限额21,000人，嘛是真紧就额满。去年三级的警戒停办，敢那今年到即马要有名额。要打满3剂，那下水前又要拿到前2天的阴性的筛剂啊，大家有点骨质不全。基于我们本身的安全，然后对大家也都好。今年活动打算在九月初四举行，同款限制外国人未使参加。虽然参加游泳的人有较少，也不过当地饭店业者认讲，这对头一摆参加的人来讲是一个好机会。以前每次万人泳渡的时候，都让一些老手就已经报名，已经整个客满了，但今年的话会到现在都有空房的话，会让很多新手也有机会在今年可以来做报名的动作。啊，那讲到有人烦恼日月潭的鱼虎会咬人，县政府表示讲，这多人做伙落水，鱼虎早都唔知行到走去倒位啊。更加何况讲办收过日月潭这个活动以来，唔捌发生过鱼虎咬人的案例，所以讲若想要挑战收过日月潭的民众，爱两早报名。有事没事，赶紧转开华视。还没有订阅华视的 YouTube 频道吗？赶紧按赞、订阅、开启小铃铛。我们华视 YouTube 见。